中国南海诸群岛包括南沙、东沙、西沙、中沙等，都是我国的领土。这次展出的资料有图书170件，照片103件，实物3件。图书资料部分有明清课本、稿本跟现代的书报杂志，全部依地区内容性质分类陈列。照片跟实物部分也有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，通通能够证明南海诸群岛属于中国的领土。历史过去如此，今。